马来西亚兰卡威出海看夕阳是什么体验？走，带你了解。哎，甘丹利亚，这边游艇都是你的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我们公司在这边呢，汽售的游船在这边。这两呢，我们叫做speedboat， 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主要呢是去海钓。这两要多少钱啊？大约65万马币左右。这两呢就是我们来走 sunset cruise 或是 day cruise 的帆船。哦、那大概要多少钱啊？大概要25万马币左右。如果新的话呢？新的话差不多要100多万。哦。这一辆呢也是我们公司的帆船，这个叫catamaran 双体船，这大概要45万，新的100多万，差不多。为什么每一辆都是百多万呢？而且百多万马币哦。这一辆呢也是 Captain Lee 的船，跟刚才的帆船一样的。价格这个就要30几万。30几万啊！这个 CEO 的船呢，我们主要也是去夜钓活动哦，还有呢就是深海钓鱼。OK， Captain Lee 说呢，如果从这个码头去泰国的利比岛的话呢，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。你们如果有去的话，顺便转来兰卡威一下了。这叫 JVV 九号豪华游艇了，我们这样子讲小游艇。OK， 多少钱？3个million。OK， 这两是我们公司里面最豪华的，应该要7-8个million 吧。7-8百万马币哦，因为已经是一套房子了。我们去看一下，走。哇，这个好像是，怎样？我不形容。等一下，这艘船是平时我们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就是去外面游海，哦、最少3个小时。1个小时多少钱啊？不贵，1800块。OK， 最豪气的 customer 一口气租多少个小时 ？Overnight 差不多2万多块马币。OK， 带女朋友是吧？我就不清楚了。这个豪华游艇呢，总共有3间房间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就是主人房，还有的泡澡。这一间呢就是第二间房间了、啊、这一间呢就是工作人员休息的地方了，也是一间房间来的。如果我是你的 captain 的话，你敢坐吗？我们出海了，你看一下兰卡威的风景是不是很美，有山有海，哇，特别是这个天空，哇， perfect。 今天的天气呢，我跟你讲太完美了，我对今天的夕阳呢信心满满，一定要让你们看到最好的兰卡威夕阳。这个 sunset cruise 呢，除了看夕阳呢，还可以跳海。okay. Just for you！ 哇！我睇你要咁样漂泊嘅喂。在船上呢，还可以吃到我们马来西亚的美食沙爹。本来我信心满满呢，要给你们看最漂亮的夕阳呢，可是老天不作美啊，云太多了。可是我可以变一个魔术哦，看一下，1、2、3。